主料，辣鸡腿一个，杏鲍菇八个，辅料，葱二段，姜一块，蒸鱼豉油一汤匙，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原料图，杏鲍菇切片，锅里煎金黄，一层鸡肉，一层杏鲍梭，一层姜丝，全部码放好，淋蒸鱼豉油，上桌蒸30分钟后，倒扣在盘子里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简单容易，毫无技术含量，新手可以用来宴客哦。只要你选的鸡腿够美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